九点三节十三与西餐之间的数据传送，函数子程序和指令程序当中的西餐可以是变量名、宿主名、函数名、子类型程序名，有函数子程序名。在子类型程序当中，还可以用星号作为西餐。当函数子程序和指令程序被调用之前，所有西餐都定义。所有西餐既没有具体的存储单元，也没有具体的值，只是起到形式上的作用。所以人们将这个虚拟参数称为形式参数，或简称形参。当执行流程转向子程序时候，实参跟虚参按地址结合。比如说实参是变量的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将实参这个变量地址传给虚参，也就是说他们虚参跟实参共用了内存当中同一块区域。你在虚参当中把这个区域的值性修改，实际上是修改实参的值。这是实参的存储单元，就是对应虚参的存储单元。当执行流程退出子程序的时候，该子程序的虚参又变成无定义的。实际上，到调用这个函数子程序或子类型程序的时候，在内存当中占的这个区域上，分配虚参所占用的空间，啊，实际上是这么，啊，别的语言是这样的，是吧？但是它这块涉及到虚参跟形参是按地址传送的。所以虚参，是执行这个程序的时候，虚参会指向形参那个地址啊，根据你的实参的地址，所以虚参的地址是随时间改变的。所以在未执行这个子程之前，没法确定虚参它的地址在哪里，是吧？在内存当中存到哪里，而是在调用过程当中根据实参的地址来确定虚参地址。变量作为虚参，当虚参是变量时，对应的实参可以是同一类型的常量，比如说常量可以作为实参，把常量值付给虚参；变量把变量地址付给虚参；宿主元素把宿主元素对应的地址付给虚参；或表达式把表达式值付给虚参。如果实参是变量或宿主元素，在调用子程序的时候，对应的虚参实际上与之共用同一个存储单元，因此虚参的值就是实参值。虚参的值改变时候，对应实参值也就同时改变。究其原因，就是实参跟虚参指向都是同一块内存区域。这是一个例子，在储存区当中，integer a 声明一个变量 a，声明一个宿主 c3，接下来给宿主 c 当中，每个元素初始化为零，三星零，每元素都是零，a 等于100。接下来 call sum 调用这个子类型程序，把 a 这个变量传过去，再把这 c2 宿主当中第二个元素传过去啊。那么传来之后，sum xa，那么 x 的地址跟 a 的地址是一样的，这个 a 是吧？这个形参 a，大家不要跟这个实参 a 进行相混淆，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这个 a 是形参，它对应的是宿主元素 c2 在内存当中值，也就是说 a 可以看成 c2，x 对应的是 a 啊。接下来二倍的 x 等于 a，x 的值是 a 里的值100，所以200的值付给 a，a 的值变成200了。那么 a 实际上对应的是 c2，就是 c2 的值是200，接下来200乘以200，400，再赋予 x，也就是 a 的值是400，所以最后答案的结果是 a 等于400，c2 应该等于200。究其原因就是大家记住，他们传的时候是实际上传地址，如果是变量的话，实参是一个变量的话，实际上把实参的地址传给形参。那么，如果虚参是字符变量，则它的长度定义是有要求的。第一点，虚参字符变量的长度定义必须小于等于对应实参变量的长度。第二点，虚参字符变量长度可以用星来定义，表示长度不定，就是长度不确定。在调用子程序之前，我不知道你主程序当中应该字符变量是多长？你传多长字符变量？实参字符变量如果是多长的话，
如果用星来声明这个行参的话，那么行参的长度自动的变成与这个相应的时参具有同样长度，用这个星是吧？以不变来应这个万变，用这个星就可以了。要像这个例子，主从句当中 character string 一星八，长度是八个字符串 str 一啊，string 二星二十，长度是40的一个字符串 str 二，再来 call sub。str 一，把这个十三 str 一这个字符串传给 sub 这个子例行程序，把 str 二这个字符串传给 sub 这个子例行程序。str 一的长度是八，str 二的长度是40。有时候十三字符串长度不固定，那么子例行程序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你只能将这个长度设用这个星来进行声明，character 星括号。星啊，这个星啊，代表这个 CH 这个字符串变量的长度是可变的，它根据你这个实参的长度进行改变。str 一乘是八，那么传过来之后，CH 的长度也是八；str 二是40，那么传过来 CH 的长度也是40，是吧？如果这种情况下，就得用这个括号星来声明出来，这 CH 的长度、虚参的长度，随着实参的字符串长度。改变而改变。第二种传参方式是数组作为虚参啊，数组作为虚参。那么你在主程序当中应该把实参也应该是数组也给传过来，像传对应虚参。看下第一种情况，如果虚参数组是数值类型或逻辑类型，并且对应的实参也是相同类型。在调用子程序的时候，将把十三数组第一个元素的地址传送给子程序，作为虚参数组的第一个元素地址。也就是说，它们共用一个存储单元。由于每个数组占一串连续的存储单元，因此虚参数组的第二个元素必定按存放次序与十三数组的第二个元素共用存储单元。要数组当中实参跟虚参第一个元素共用存储单元的话，因为这个数组实参虚参都是同一类型，所以因此第二个元素实参当中虚参当中肯定是共用存储单元，以此类推，最后一个元素实参当中虚参当中最后一个元素肯定是共用存储单元的，这样是由这个同一类型进行保证的。比如说这个实例，主函数当中 dimension a8 声明一个数组 a 是吧？声明一个数组 a。它的长度是八，当时实行的是吧？real 类型长度是八，接下来调用这个 sum 子类型程序，把 a 数组传过去。子类型程序当中需要个形参 b，b 的类型是一个数组 dimension 声明一个数组，它的长度是负一到五，那么长度应该是七是吧？负一到五七个元素，传递的时候实际上是将 a 数组当中第一个元素。的地址传给 B 数组的第一个元素，A 数组当中第一个元素是 A1，是 A 数组的第一个元素，而 B 数组的第一个元素是，因为它下标是负一开始的，所以 B 数组当中第一个元素是 B 负一。把 A 数组当中第一个元素 A1 的地址传给 B 数组当中第一个元素 B 负一，让这两个元素共用内存当中同一块区域，是吧？它共用。接下来依次 B 数组当中的。下面这些元素跟 A 数当中依次对应的元素共用，B0 跟 A2 共用，B1 跟 A3 共用，B2 跟 A4 共用，B3 跟 A5 共用，B4 跟 A6 共用，B5 跟 A7 共用啊。但是这个 B 当中的数字元素没有 A 数的是长，所以共用到 A7 这块就结束了。如果不同维的情况下，虚参跟实参怎么进行结合？主程序当中，A 数组是一个两行四列的一个实行数组。接下来 call sum 调用子类型程序，把这个 A 传过去。子类型程序当中，形参是 B，形参 B 的类型是一个一维数组 dimension B6，而主程序当中这个实参是一个二维数组，而子程序当中是一个一维数。那么它们之间的数组元素是怎么对应的？按照数组二维数组在内存当中的存放形式是按照列进行存放的，也就是先存第一列 A1、A2 一至第一列，
接下来 A 数当第二列 A 一二 A 二，接下来第三列 A 一三 A 二三，第四列 A 一四 A 二四，这么存放顺序，按列进行存放，列优先进行存放。一位数组是 B 一 B 二 B 三 B 四 B 五 B 六这么存放，那么应该将 A 数当第一个元素的地址传给 B 数当第一个元素地址，所以应该是将 A 一第一行第一列的元素地址传给 B 当中的 B 一这个元素，就是它俩共用。接下来右边这个元素跟 A 数当 B 数当右边元素跟 A 数当右边这个元素依次性共用，所以 B 二跟的是 A 二一共用，B 三。跟 A12 指向是共用一块内存区域，B4 跟 A2 共用一块内存区域，B5、A13、B6、A23 啊，这么共用这种形式，不同维的二维跟一维进行共用。那么下面这个例子就是一个三乘三的三行三列跟一个两行两列的一个数组，它们之间怎么共用？那么首先 A33 按在内存当中仍然是列优先进行存放，先存第一列三个元素，第二列三个元素，第三列三个元素。B2 是一个两行两列，首先也是存的是第一列元两个元素，第二列元素。那么 A1 第一个元素跟 A 数当中第一个元素 A1 跟 B 数当中第一个元素 B1 进行对应，依次往右边进行对应就可以了，是吧？只不过这里的 B 数当中只有四个元素，对应到 A12 就没有，后边就没有跟它进行对应的了。需要注意的是，在子程序当中说明虚参数的时候，它的元素个数必须小于等于对应虚参数当中元素个数。也就是说，子程序当中行参的数字元素的个数不能大于实参的数字元素个数。虚参数组总是按照内存排列次序与实参数组相结合的，也就是说，数组多维数组是按列优先进行存储的。虽然虚实结合的数组允许维数不同，下标的上下界也可以不同，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对应元素使用的下标完全不同，使得程序难懂，很难读懂，也就容易造成一些隐藏错误。因此，应该尽量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编程当中用到这种情形的机会应该很少。因为比如说，用到这种情况，一个二维数组，把二维数组当中的元素传给相应的一维数组，这么使一般很少使用，是吧？极特殊情况下会使用它。这里只不过是从理论上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可以把二维数组传给一维数组，或者是，维数不同的。维数不同的，并且维数的下标，是吧？下标的区域不同，也可以进行传，就是下标的上界、下界不同，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进行传值。这只不过是从理论上介绍一下，可以这么做，是吧？但实际上，应用这种机会是很小的。第二种子程序的时候，把元素的地址传给子程序作为虚参数组第一元素地址。共用一个存储单元，虚参数的区域元素将与实参数的元素顺序一一对应。这跟上面那个第一种情形的区别在于这个主程序当中，并不是从数组 A 当中第一个元素跟子程序当中，数组第一个元素进行对应，而是从，第三个，比如说这个例子，是从第三个元素跟数组 B 当中第一个元素进行对应的，也就是把 A3 传过来。作为实参，把它的地址传给 B 数当中的第一个元素，所以对应关系应该是 A3 对应是 B1，接下来往右边依次性对应就可以了。A4 对应是 B2，A5 对应 B3，A6 对应 B4，是吧？这个例子就是不同维情况下，这个是把 A 数当中它是个三行三列的，把它第一行第二列这个元素作为 B 行参的第一个元素的地址，所以在内存当中，首先画出了 A 数组当中按列进行存放的顺序。那么 A12 是吧？对应是 B1，那么 A2 对应是 B2、A32、B3、A13 对应 B4，跟上面情形是一样的。虚参数的元素超出对应实参数的范围时，这将会引起运行时的错误。
比如说 A3 把它的地址作为 B 数当中第一元素地址，所以 A3 对应的是 B1、A4、B2、A5、B3、A6、B4。那 B 数组是由六元素，剩下还剩一个 B5、B6，但是 A 数组到 B6 时候就结束了，后边不是 A 数组所占的区域。那么这样进行对应的时候会出错是吧？会出现运行时的错误。获取语法检查的时候不能发现这个错误，但是运行时候就会出现错误。第三种情况是，当数组是字符类型的时候，虚参与实参是吧？主要是和啊，是吧？是一个和字。虚参和实参数组不是按数组元素的顺序一一对应集合，而是按字符位置一一对应集合的。虚参数组中允许的字符总数必须小于等于实参数组当中允许的字符总数。虚参、实参数组的维数可以不同，下标的上界、下架也可以不同，数组元素的字符长度可以不同。比如这个例子，主函数当中，主程序当中 B 这个字符数组，它的元素各是六个，每个元素实际上是长度4的一个字符串。啊，这就是 B 数组的示例，B1 到 B6 的元素，每个元素是长度4的一个字符串。那么一个字符在内存当中是占一个字节，如果长度是4的话，这个字符串在内存当中就占4个字节。所以 B1 第一个元素是占前4个字节，B2 后4个字节啊，总共6个元素占的是四六二十四二十四个字节。调用一下数组 B。啊，调用一下这个子程序啊，把这个 B 作为实参传给形参 C。形参 C 是一个长度是4的一个字符数组，每个元素是长度是5的一个字符串，所以进行对应的时候，将 B 当中第一个数组的第一个字节的地址传给 C 数组当中第一个元素的地址进行对应。但这里对应应该注意的就是，B 数当中每个元素占4个字节，而 C 数是占5个字节，所以 C1 对应的5个字节，前4个字节是来自于 B1 的元素，后面这个字节是来自于 B2 的第一个字节，是吧？C2 啊，C2 当中前3个是来自于 B2 这个元素的后3个字节，而 C2 的最后2个字节来自于 B3 的前2个字节，所以这种对应关系。是，并不是 B1 当中一个元素就对应 C1 当中的元素，因为字符的长度不相等，所以这是错开的。那这种情况在理论上你可以这么传递，但是在实际的编程当中，用到的情况很小。一般你最好是一一对应 B1 当中一个元素跟 C1 当中一个元素一对应，就是说把它的元素的长度、字符串长度定义成要么是4，要么是5。没有一个是四，一个是五，不同这种情况下，不同这种情况下，这程序很难理解啊，很难理解，操作上也很复杂。所以这块强调，除非特殊需要，虚参字符数组元素的长度应该与对应实参数组字符的长度是元素的长度相同，这样程序不仅可读性好，而且易于调试。第四点，在子程序当中允许虚参数组是可调数组。可调数组使用大大提高了子程序的通用性、灵活性。读者在了解数组虚实结合情况基础上，应该充分利用可调数组这一强有力的工具来进行程序设计。它这个可调数组是这么意思，就是说传参的时候，把它的行列同时传给子类型程序。比如这个例子。A 数组是一个长度是10的一个数组，B 数组是一个四行三列的一个数组。调用这个子程序 sum 的时候，把 A 数组传过来，同时把它的长度10也告诉这个子程序。我说告诉子程序我的长度是10，是吧？所以下标从一一直到10。而 B 这个数组告诉它有两个下标，一个是 MEMR，那个下标的值是什么？第一个下面是四，第二下面是三，把这些基本信息，比如说有几个
下标的值最大值是什么，都告诉子程序。所以在子程序当中，声明这个 x 这个数字的时候，dimension x 这个数字的时候，可以用这个 nx 作为这个 x 数的长度，重新声明一下这个 x 的数组，声明成 x 的长度，y 这个数乘一个二维的 n1 都好像2是二维数组，每一维的长度大小通过 n1 n2 进行确定，然后在子程序当中可以生出来这个数组。它从这种意义来说，它是一个可变的。就是说，m1 和 n1 不同取值在这生出来数组，它的元素的个数是不一样，这是可变的啊。可调数组名必须是虚参。可调数组当中每一维的上下界可以是整形虚参变量，其实通过对应的虚参传送过来，也可以是公共区当中变量。公共区当中的变量是可以供各个程序单元进行统一访问的，是公共区的一个变量。为了使程序轻易易读，建议采用虚参变量来说明可调数的上下界，而不用公共区变量。也就是说，把数的上下界通过参数虚参传过来，不用这个公共区变量，就是谁都能访问的公共区当中变量，这种方式来传数的上界下界。另外，可调数组应该遵循上前说的一二三种有关规定。只能在子程序当中使用可调数组，而对于那些只是在子程序当中局部使用的，并非通过虚实结合传送的数组，不允许是可调数组。所以它这里强调，这可调数只能是参数当中这个 x、y 给声明成可调数组，而这个子程序当中如果运算时候用到其他数组的话，那么这些数组不可能、不允许。也不允许声明成可调数这种形式，也就是它的下标是一个变量来给出它这个下标，这样是不允许的。只有是形参的情况下，x 可以用一个变量来声明出来它的长度，是吧？这样是可以的。虚实数组当中最后一维的上界可以用星号来表示，比如这里主程序当中，a10b 是四行三列，把 ab 这个数组传给子程序 sub。子程序当中，x、y 两个虚参，dimension x 声明 x 的时候是下标从零开始一直到星，那么这个星就是一个可变的，是吧？根据 x 当中传过来这个实参 a 的具体长度来确定星的值，因为 a 的长度是10，所以因为 x 当中从零开始的，那么零开始的到几是长度是10一个数组，那么0到9是代表10个元素，所以这个星可以根据这个10确定出来是个9。y 等于二星啊，二星。b 这个数组是一个，b 这个数组是一个四行三列的，而形参这是一个两行多少列？那这个 b 数组是一个3、4、1212个元素，那么 y 应该对应是一个二行六列的一个数组是吧？二行六列数组。第三种传递虚参的形式，你可以把子程序名作为一个参数传给相应的虚参，啊，在虚参表当中允许出现函数名和子类型程序名。function 的编译程序根据某个虚参名字在子程序当中出现时的上下文关系，来确定它是函数名还是子类型程序名。函数名在必要的时候应该进行类型说明，比如下面的子类型程序 subroutine sub，它需要四个参数 na、xy、dimension a（括号 n）。那么这是一个可调的数组，通过这个形参 n 来说明这个数组 a 的长度 a（括号 n）。那这里的这个 f（括号 i） 在前面没有声明出来，这个 f 是一个数组，所以这个 f 括号 i 就不是一个数组的引用，啊，这个 f 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函数，调用了一个函数 f，所以这个 f 实际上是一个函数 f i，调用这个函数算一下值，加上一算出 y 的值。a 的话，因为在 dimension 当中已经声明出来 a 是个数组，所以这 a 括号 i 实际上引用的数组当中第二个元素。啊，根据上下文就可以知道，这个 a 是一个数组元素，a 括号 i 也是数组元素，而这个 f 括号 i 是调用的是函数啊，调用的函数。
就是 subroutine sub 这个子程序 sub 当中 call p 是吧？调用 p，所以这个 p 肯定是一个子程序的，以及编写一个函数子程序，通过函数名的传递，使之能求正切值 tan x，又能求余切值 cotan x。也就是说，通过一个子例型程序，或者是函数，能够求。通过一个函数能够求 tan x 值，又能求 cotan x 值。大家回到 Fortran 看一下，怎么通过传递函数名来算一下一个函数既能求正切值，又能求余切值。首先定义一下，函数，因为这里要返回。正切值或者是余切值，所以用一个函数，函数的返回值是 real 类型 function 引出来函数的定义，它需要，比如说它需要两个参数，一个是 f1，一个是 f2，还需要一个 x 自变量值，其中这个 x 是一个实型的一个变量 real x 啊 real x。这边落了一个函数名，比如这个函数叫 triangle 三角函数 triangle 三角，triangle 的值是等于 f1 是一个函数，函数对应的一个虚参，f1x 除上 f2 括号 x，那么这个 triangle 这个函数就是调用一下 f1 这个子程序，把 x 传进去。除一个 f2 的一个子程序，把 x 传进去。要算正切的时候，那么 f1 给它传一个 tangent 这个函数传进来，f2 是一个啊，求正切的话，实际上是 sin 传给 f1，cosine 传给 f2，那么 sin 除一个 cosine，最后得到的值是 tangent x。如果要算余切 cotangent 的话，那么 f1 给它传一个 cosine，把 cosine 这个内部函数给它传给 f1，f2 传给内部函数 sin 是吧？cosx 除一个 sinx，那得到的是余切值。所以这么一个函数通过 f1、f2 这两个子程序这个参数不同，可以求出 tangent 和 cotangent。回到主程序 triangle 是吧？计算 triangle。我说明一下，这个 real x，比如说 x 值是1.0。接下来我调用一下，函数 function 啊，函数 function 得到 tangent 和 cotangent 的，比如说 tangent 的这个值是这么调用这个 triangle 的 triangle triangle，给它 sin 这个值 sin 函数，它是一个内部函数。作为实参传给相应的形参 cosine 传进去，x 也传进去，这样算的实际上是 sinx 除以 cosine 正切值付给这个 tan 的变量，余切值付给 ctn 啊，这是一个变量 triangle cosine 第一个参数是 cosine 内部函数传给第一个参数 sin。那个函数传给第二个参数，作为第二个参数的值 x 传进来，最后打印一下 print sin tangent cotangent cotangent 的话，应该是都是实型 tangent cotangent。保存一下，编译，引出链接。执行程序遇到错误了，不发送啊。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这个程序没有语法错误，链接没有错误，但是运行的时候会出现错误。那说明这个程序的时候运行的时候会出现错误。我觉得这个 tangent 的 cotangent 的可能跟内部函数名可能重名了。给它加一个 my 是吧？my
跟比如说，如果内部函数有弹性的、扣弹性的话，聪明给它取不同的名字，改成 my 扣弹性的，保存一下编译，链接运行，仍然是出现毛病啊。Triangle sin cosine x。plot 首先看一下，这是 real 类型的 x 类型的 triangle，f e f r，f e s v f r，这个没有多大问题。sin cosine 是内部函数，那么如果内部函数作为子程序的参数的时候，必须在前面用 intrinsic 这个单词。显示的声明一下，sin 和 cosine 是内部的函数，intrinsic 显示声明一下，保存一下编译，链接运行，这不就没有问题了，是吧？结果正弦值是1.25，余弦值是6.42，第八是。选择对输的两个数 S1、X2 进行加法运算还是减法运算？当你打入的字母是大 A 的时候，应该对随后输的两个数进行加法运算，并且输入结果。当你输入的字母是大 S 或者小 S 的时候，则对随后输入的两个数进行减法运算，或者是并且打印出结果。回到 Fortran。这里要实现这么一个效果，就是在主程序当中调用一个函数，而在这个函数当中，实现了是可以既实现加法运算，又可以实现减法运算。首先把这个程序写出来，比如说用一个 subroutine 函数，子类型程序而不是函数，subroutine 这个函数名字叫 test。t 这个参数是，如果在主程序当中给它一个 add 的话，那么它会调用一个 add 的这个 subroutine，是另外一个子程序来算两个数的和，比如说 x1、x2，它的和，把这个和存到 x 里，因为是子程序啊，你子程序啊子类型程序，所以子类型程序必须给它一个变量，把这个结果返回给13。在这里调用的实际上是 call，调用的是 t 这个子类型程序，算一下 x1 和 x2 当中是做加法还是减法，把它们值传给 x 里啊，传到 x 里。所以下面继续的一些，比如 subroutine 一个加法运算，它需要两个数 x1、x2，把加的值存到 x 里。x1，所以 x 等于 x1 加上 x2，接受这个加法运算，subroutine 减法，sub sub 是吧？sub，x1、x2、x4，这是减法，s 当中存的是 x1 减去 x2，and，因为行3跟13共用地址，所以在这里改变 x 的值，实际上是改变13的。13行的值，在主程序当中调用的是 test 这个函数。如果用户输入字母是大 A 的话，那么给这个参数应该是 add，把这个 add 这个参数赋给 t 啊。所以在这里调用的是 add x1 x2 x。如果用户输的字母是的 s 的话，那么调用这个 test 的时候，把这个 t 13应该给它一个 sub 啊，sub 这个子程序作为一个13，子程序名 sub 作为。13传给 t，那这里调用的是 sub（ 括号 x1 x2 x1 减 x2），把值存到 x 里啊，翻译出这条程序。在这里的话，应该首先把用户输这个变量存到 ch 里啊，read sin 逗号 ch，如果 ch 当中的值。等于大 A 啊，大 A 或者 CH 当中的值等于小 a 的话，
那么应该调用的是 call test，把 add 的这个子例型程序名传给 test，让它做加法，做谁和谁的加法啊？做谁谁加法？那么你得把这个两个数读进来，read single for x1 啊，x1 x2，在读之前给它提示信息，print。进 input 输入 x1 x2 啊，给它个提示信息。接下来 print sin input at input 应该叫选择吧，trans at 或者是 sub 减。i 的对应的字母是 a 啊，a 或者小 a，sum 对应的是大 S 或者小 S 读这个 ch 判断一下是大 A，如果是大 A 的话，调用这个 test，把 i 的这个子例型程序的名字作为一个参数传给 test，让它这里算的是加法。把 x1、x2 值传过去，结果用这个 x 返回，所以在这个前面最好显示的声明一下，x1、x2、x 都是实行的变量。最后把这个结果打印出来，print sin 逗号 x，else，else 还得判断一下这个 ch 当中值是否等于大 S，或者 ch 当中的字符是否等于小 S。如果等于的话，then call test 子例型程序，把 sum 这个子例型程序名传过去，x1、x2、x1 减 x2，结果成了 x0。最后把这个打印出来，print sin 逗号 x。And if 就是 if 一句，and if 一句，if 当中这个条件不要忘了用这个单引号给括起来。实际上打印 x 的话，在这个 if 一句的外边打印一次就可以了。跳出来这个 if 之后，把 x 值打印出来。如果用户输入的值不是大 A，也不是小 A，不是大 S，也不是小 S 的时候，该怎么处理？直接让它结束这个程序就可以了啊。保存一下，编译、链接没有问题，运行。输入 x1、x2，然后把 x1、x2 值输进来。比如说，一个是一，一个是二。回车，trans add，我让它做加法。回车，程序运行错误。比如这个程序虽然没有语法错误，但是它运行的时候会产生错误。这是主调程序啊，它调用了一个是 test 的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当中又调用了的是 t 这个子程序，子例型程序。把 x1、x2 传过去，x 如果 t 是 add 的话，那么相当于是 add 做调用的是这个做加法这个子例型程序。如果这个 t 这个参数是 sub 的话，那么调用的是减法这个操作啊。那这几个子例型程序应该没有问题，t x1、x2、x 相当于调用 add x1、x2、x 没有问题是吧？关键是在调用的时候。他可能不认识这个 add 和 sub 是吧？这样在声明前面声明的时候，得用一个 external 啊 external。上个例子是调用内部函数的时候，必须得用这个 intrinsic，这个单词来声明那个 sin 和 cosine 是系统已有的内部函数，用 intrinsic。如果调用外部函数，就是说，子例型程序，子例型程序，这个用户自己定义的这些程序，得用这个 external 啊，external。
但是大家会说，前面那些例子都没有用这 external 来声明你在这个主程序当中调用的这些子程序，是吧？但这种情况必须得用 external，是这种情况，就是说在理性程序当中，如果参数当中用到了其他的子理性程序，就参数当中如果子理性程序名字作为参数的话，这种情况你必须得用这个 external 来显示的声明一下，这个 sub 是一个外部的子理性程序或者外部的函数，这样必须得显示声明。External 声明一下，这个 SUB 是一个子程序，并且这个 add 也是一个子程序。这样的话，在运行的时候，Fortran 才能够把这个 IDD 和 SUB 看成是子程序，而不是会看成是变量啊。保存一下，bin 以及运行，输入 x1 xup 是12回车。Trace A，比如说选 A 回车，加起来是3，是吧？如果你不加这个 external sub A，说明一下这个 sub A 是子程序的时候，那编辑遇到这个 add 和 sub 的时候，它会认为这个 add 和 sub 是变量啊，是一个普通的变量。所以你在调用这个 test 的时候，但是 test 里。他把这个 T 就作为了一个子程序来使用，但是在前面编译程序已经把 add 和 sum 作为变量了，在这里你又把它作为一个子程序来进行调用，那肯定程序执行到这的时候会报错啊，会报错，所以你应该让编译程序 Fortran 编译程序知道你这个 add 和 sum 不是变量，而是用户定义的子程序。子理型程序或者是函数，所以必须用这个 external 显示声明一下这个 sub add。所以这种情况用这个 external 的话，仅用于子程序当中，如果是子程序名字作为参数，这种情况下你必须用这个 external 显示声明一下这个 sub 这个形参是子程序名是吧？不是普通变量，必须得显示声明一下。第四个存参可以用这个星号作为序参，当形参表当中出现一个星号的时候，对应的实参应该是一个惯有星号的语句标号。比如说主程序当中，x 等于 x1 加 x2，它的标号是120啊，它得调用一下这子程序 exam 把 x 值传进去，星120，星140，这是两个参数啊。两个参数，在子程序当中必须，因为这有星120、星140，所以必须得用星和星进行对应，是吧？第一个星对应实际上是 return 一当中一，是吧？返回，就是说程序流程如果执行到 return 一的话，返回到主程序当中哪条语句上进行执行？return 一第一个星对应是120。返回到主程序当中120这一条语句上进行执行，而不是默认情况下返回到 call 调用子程序的下一条语句进行执行，而是返回到120。如果程序执行到子程序当中执行到 return 2的话，会将程序流程返回到主程序当中140是吧？140对应这个语句上进行执行，所以这个星号它会改变。就是调用子程序之后，回到主程序程序流程。那情况下是执行是 call 语句下面这条语句，那么用这个星号，你改变一下这个默认的执行，不是执行 call 语句下面这个语句，而执行主程序当中哪条命令都可以，是吧？哪条语句都可以，只不过通过语句标号来标示一个语句。这里必须加个星120、星140。那这种用法也是在实际编程当中很少使用的。只是让大家知道，在 Fortran 当中可以改变一下调用子程序之后回到主程序的程序流程，可以改变，人为的改变一下。但是一般不要这么用啊，这样的话会破坏了程序的结构啊，不是顺序执行，而是可以随便的跳到哪个语句上进行执行，破坏了结构化程序设计这么一个原则，是吧？所以一般不主张采用。